人家有了，谁要拍照来？快点来，跟姐姐们拍照来啊！去站好，去站好，来，快点，要跟姐姐们拍照的朋友，小朋友赶快，赶快哦哈！今年的寒假作业就是写着，我来到通安宫，看了我做的花灯之外，顺便也跟舞台上的姐姐们跳舞，哦，来。来，要跳，要拍照的，赶快哦！有没有？小朋友要摆什么动作呢？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哈！来，我说鹅柳通安宫，你们要说什么？哦，都会呢哈！来。巨弟弟，你要不要去拍？不然你的那个头一直挡到我呢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，小朋友们，鹅柳通安宫，再一次鹅柳通安宫，呵，吼、哦，太厉害了，我们这个学校的金教武样。好的，来，我们看完了你们的表演，看完了 DJ Debbie 的表演。看完了女神降临的表演，紧接着女神降临又要来安排舞蹈，给你来乐意来，弟弟